我是宝可梦。大家看看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亚洲万里通联名卡的新卡上市记者会，有没有？哇，非常的人山人海，好多人哦！哇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。OK， 签名了，好开心哦！宝可梦，对呀，对呀。等一下，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信用卡到底长怎样。它这次一样有四个等级，包括这个世界卡，哇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还有这个白金卡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还有 Business Titan Titan Business， 这是所谓的商务钛金卡。然后还有一般的理想卡，就是黄色的这个等级。对，所以呢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们来聊一下这张卡片的全由，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它最优是10元一里，那当然就是你要泰商卡或者是世界卡以上的等级才可以拿到。那这一次的活动最高好像上市首刷里最高来到多加码43000里的样子吧，哦，好像给蛮多的，就是最高的话是10000加10000，然后看一下哦，15000里其实你就可以兑换这个机票嘛。那除此之外的话，其实像Apple 周边商品是什么任天堂、国大航空的赠品都有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大家最需要的这个，比如说机场贵宾室跟机场接送，其实都有哦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比较难使用到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去衡量一下。除此之外，你看还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到，比如说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， 然后绑在行动支付上面也都有回馈。那包括就是在吃的部分、美食的部分或是咖啡的部分，其实都有哦。所以这张卡片其实对于大家来说，我觉得是在生活消费当中就可以进行集礼，是很棒的一张卡片。首先再次欢迎李总经理上台，麻烦您。接下来欢迎的是郑友清资深副总经理，同样代表国泰世华银行。紧接着欢迎的是陈总监，代表亚洲万里通台湾区总监，还有万事达卡的代表台湾总经理陈总经理，欢迎四位。好，我们请媒体朋友稍微移驾一下，请捕捉这个重要的时刻。我们先拿着这个牌子，请四位长官看着前方，这里有我们各大场域的相关代表图腾，有没有？包括了有旅行箱啦，哎呀，好想旅行哦，国旅也不错啦哦。还有咖啡厅的生活场域，每天都会经过的，还有网购，你也可以赶点积极成。